这么晶莹剔透的百香果汁是怎么做出来的呢？我真的很想试看看，要不要一起来做呢？那就开始吧。软了之后呢，用刀子把它剖开，挤一挤，下一个动作，糖倒下去。煮百香果茶了，开中火开始煮百香果，水滚了之后改小火，然后呢在过滤网上面我们用汤匙给它压一压，这样子让纸跟那个果肉分离，果肉自然就会流到锅子里。30分钟之后呢，我这个纸就不要了，我就倒掉了，这样百香果汁就完成了哦。要试喝看看吗？